第二十二题，呈上题，若小型改连接20赫兹的打点计时器，重新记录相同运动快慢的滑车，则只带上相邻两点的距离会变为多少公分？我们现在的滑车的频率是20赫兹，就表示两点之间的时间间隔是1/20秒。那么我们前一题算出它的运动的快慢是每秒40公分，速度呢就是位移去除以时间，所以位移就是速度乘以时间。我们的速度呢是每秒40公分，我们的时间间隔是1/20秒，所以算出来呢我们前进的距离就是2公分。所以第22题问我们说，则只带上相邻两点的距离会变为多少公分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 2.0。